好，多謝各位。係邊個造成七二一嘅事件？作今日仍然滿屋，新村係啊，屯門樂翠選區啊，今日其實屯門樂翠選區最主要嘅當然咧就係阿何君瑤啦，何君瑤啦，然後亦都同區啊，亦都有啊，二號候選人啊盧俊如同埋三號候選人啊蔣正文啦，咁啊三位候選人。唔好執迷不悔。咁啊，啱啱何君瑤嘅校早時間咧就到咗。七月二十一號咧。 係一個喺票站外啦，就有拉票。實際上有700宗嘅嗰個咁嘅示威事件，而大部分咧係演變成一個暴力事件，而嚴重嘅事態係不少於100宗。大家可以留意一個特別嘅情況。何君瑤附近咧就有幾名咧就大喊超嘅人士咧，咁就都幾次嘅暴安啦。亦都有7月1號，有6月12號、3位。 亦都有9月12號，甚至乎啱啱過去嘅星期一，附近都有兩三位嘅。咁啊，佢都大隻嘅，相信咧都係好多軍要嘅人士，搞到成個戰場有論一番，浪費咗我哋納税人成200幾億嘅金錢，係輔助我哋培育我哋嘅青年，包括埋好似盧俊宇呢啲讀過書嗰啲，應該明理。但係佢明顯地咧係喺呢方面咧，仲係 有好大嘅改善空間。七二一嘅事情就係民主黨，林卓廷亦都我希望佢，如果佢識字的話，或者有時間去睇下的話咧，就睇睇嗰個譴責動議。當中裏面咧，來自於林卓廷自己嘅30分鐘嘅視頻咧，係睇出有4次嘅挑釁行動。林卓廷家在沙田，11:9入咗去呢一個元朗，唔係去 B 仔記食糖水，但係佢帶同300名嘅黑衣人喺西鐵上面。 有部分更衣成為普通嘅市民，然後去到車站咧，就係尋人滋事啦，用內地嘅槍喺香港咧就係 The Bridge of Peace 係呢一個損害呢一個公。見到另外一邊咧，其實咧盧俊宇嘅助選團隊，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有啲對馬情況啊，所以其實呢個冇啦。 選區氣氛有啲緊張啊，都因為基本上1號同2號嘅候選人嘅助選團咧，其實都企喺同一個位置啊，咁啊都不斷兩方面都有啲人單單打打咁樣，咁啊呢位就係盧俊宇咯，著喺藍色衫。 各位街坊，大家好啊！大家好，各位街坊，我係民主黨2號劉俊宇。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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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咧，大家都知道啦，七二一事件咧，究竟係咪可以令到社區和諧咧？我相信咧，大隊裏邊咧，即係公道自在人心，市民眼睛係雪亮，所以懇請大家利用今日嘅選票投票嘅機會，全投二號盧俊宇，與你同行，真正貢獻和諧嘅社區。多謝大家。
咁啊，何吉兒，裏面嘅街坊大家好啊，大家早晨，大家好。今日咧，呢個就何君瑤啊，天氣非常之好，咁啊，大家咧，但係佢又唔係太發到個音出嚟啊。香港啊，頭先個票站咧，哇，人曬隊。對於呢個情況咧，我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欣賞所有香港人嘅，係咪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表達我哋公民質素好高嘅一面啊，係咪啊？好，多謝大家早晨，係啦。咁今日區議會投票，全投以後盧俊賢，多謝你。直播。跟你一齊做，我咪講正啲啦，你我哋樂趣同學會支持以後留多啲正啲咯，我哋以後留多啲，共同樂趣隊。咁其實咧，啱啱記者啊，因為咧，其實樂趣選區咧，除咗呢一度嘅投票站之外啊，都有另一邊咧，就係龍鼓灘嘅村公所啊。咁啱啱記者都曾經去過嗰邊。咁啊，嗰邊其實投票嘅人就唔係特別多啊，但係都有啲嘅助選團咧喺附近就有拉票。咁啊，因為附近亦都係龍鼓灘村啦，咁啊都有好多鄉民喺附近。但係人就選民嗰邊就唔係多啊，咁嗰邊都係啲比較細嘅。小的投票站，其實都是方便龍鼓灘的居民在那邊。大家好，這邊就是蝴蝶村。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各位好，喂，多謝你。各位街坊，各位街坊，大家好啊！二號民主黨羅俊宇又係，你好先生。大家好啊，我是民主黨二号罗俊宇。
與你同行奉天羅鞋社區，今日咧係區議會投票日子喎，大家咧早晨你好啊，先生你好，早晨飛個 hello 啦，大家你好，先生主席大家好，飛個 hello 啊，大家好，你哋好。咁啊，可能呢個位置比較曬啦。大黑超嘅人咧，就真係好多，即係唔單止係圍住何君瑤嘅人大黑超啊，即係我可以遠距離睇，單止係其實附近啦，周圍嘅店鋪外咧，都好多人係大家黑超。所以今天呢，我在這裡是為香港人爭氣，為樂趣區人服務，希望可以大家一起走出來，你也都要為自己爭氣，將你手上的神聖一票投給我們建制派，因為泛民的從來沒有同這個暴力割席，所以我們一定要一票投給建制派。何君瑤講的內容都有點奇怪，可能有不同媒體訪問，都是講一類似的叫人投他的原因。喂，出嚟出嚟，係咪你話你哋係咪幫閉人哋？一齊走，好。咁啊，盧俊宇啊，準備同傳媒講幾句説話啦，應該都就為大家服務。請喺今日咧就盡早出嚟咧投票。盧俊宇，一號何君瑤，為中國民族服務，就係穩定勝於一切，能夠可以恢復我哋香港嘅穩定繁榮同埋我哋秩序咧。必須要做，盧俊宇準備反問。暴力嘅割席，反對警暴，反對警察暴力。我哋最重要嘅，我哋都係審慎而樂觀嘅。咁點解要審慎而樂觀咧？即係大家都見到啦。警暴，同警暴割席。暫時咧，過咗兩個鐘咧，見到都係非常之踴躍同埋即係非常之即係相對嚟講係大啦。咁我相信咧，警暴割席，有心為社會服務嘅係無畏無懼。何君瑤，請喺今日行出嚟。一號何君瑤，我哋嗌幾下好嘛？咁所以支持一號何君瑤。修例風波種種唔同嘅事情咧，政府嘅一個去行政啊，警察嘅執法啊，或者可能即係甚至乎可能對於示威者嘅佢哋睇法，係一個正正式式嘅公公投。所以我哋都好相信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嘅即係嗰個結果係非常之重要。但自己會唔會都擔心，即係今日可能呢個選區有混亂啊，即係可能個票站要延遲，或者甚至乎要揾第二日嘅後備投票去投票？我相信咧，其實即係呢個因為咧，其實即係。
呢個嘅擔憂咧，都喺社區上混亂咗一段時間，因為其實當中我哋涉及咗嘅候選人都係比較令人即係可能好多嘅唔同嘅負面新聞啦，相對嚟計。咁我哋覺得咧，其實呢個責任喺政府度，即係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網民都發起咗即係大家要有投票嘅事，我哋非常之即係感恩，非常之即係即係多謝一位即係大家係為咗希望上區議會順利係可以即係完成嘅一個即係任何人。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我哋嘅擔憂咧，其實都係應該交翻俾政府，因為呢個係佢嘅行政責任。嗯，明白。佢頭先咧，黃君瑤咧就講啲派柴社區就冇同呢個暴力咧去即係譴責呢個議員。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呢個嘅 statement 我係非常重視，即係如果話同暴力割席第一樣嘢，我哋都係好擔憂警察係冇濫暴，即係我哋見到都見到好多即係警察是濫武嘅情況。第二就係七月一事件，其實我相信佢社區上反應都好大。今時今日其實大家都知，即係其實有咁多關於香港人嘅咩意見，即係會有咁多種即係涉及嘅考慮。同一時間又會同我哋拍膊頭講話，即係醫好劉俊宇，你咪等等嘅原因，其實我哋要諗緊，工作裏面咧，佢哋都有一定佢哋嘅自己嘅，即係。咁我係就取一個，即係我哋覺得市民社會係大家有個自由選擇。咁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我哋無論喺地區嘅議題上，甚至社會嘅議題，都盡我哋嘅所能，盡我哋嘅能力去遵守嗰個嘅。咁我哋覺得就係我好相信嘅，除咗政府嘅或者係紀律部隊啦，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街坊。我哋要做嘅就係去重做咯，去推高投票率，咁就可以讓到我哋可以咁樣。第二樣嘢，我哋都希望咧，有啲喺大家即係成個香港社會揾到個共同基礎。我相信真正最高嘅基礎係將香港即係回復穩定，有一個候選人參選人法穩定性呢一塊。究竟點樣穩定呢？七二一事件係咪可以令到社會穩定呢？大姐裏面咧，我成日都即係同街坊都講，市民眼睛係雪亮，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就係盡我哋嘅初心，堅守我哋嘅即係守護公義良知嘅呢個初心。台面有，台面有，台面有。你又翻到嚟有五百幾位。投二號盧俊宇，陳投二號盧俊宇，光復香港，共建和諧社區。光復香港，共建和諧社區。就算係紀律部隊或者唔係紀律部隊，赤走黑社會，我相信星土黑社會，七二一五千人，即係我哋要諗下，究竟邊個會令到社會更加唔穩定咧？邊個區議員第時如果係成為上任咗嘅區議員之後，會令到社區更加安全？有暴徒，只有暴警。市民眼睛係雪亮，即係冇人想自己個區入邊咧係有呢啲白衣人出現。咁我大仔裏邊即係再一次咁講咧，市民眼睛係雪亮嘅，無論係政府或者唔係政府嘅人，都會係咁樣。我想問呢個選區，支持二號盧俊宇，支持二號盧俊宇，支持二號盧俊宇，二號盧俊宇，盧俊宇，多謝各位嘉賓。睇法就有啲人話佢天真啲、簡單啲啦，我覺得其實就有成分，有成分向，即係咪可以空空泛去講成功五大數，缺一不可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市民係去支持一個嘅候選人咧？我相信大家裏邊市民眼睛只有部分，即係我自己落去團隊落區落任，即係落喺落城落社區嘅工作，除咗喺反修例風波之外嘅工作，喺反修例風波之前就係工作。呢個係我覺得民主黨黃之峰之前咧都係喺社區上服務咗咁多年，咁都係扎實嘅工作基礎嚟。咁我相信其實再一次啦，無論美樂又好，落去街坊度嘅眼睛係全部。可唔可以即係有冇信心幫民主黨翻嚟？重建和諧社區，我係有信心，即係再一次嘅幫助。見到街坊嘅其實質素好高，我哋即係其實唔止我哋區啦，其實全香港嘅即係市民
體都係質素非常之高。咁我相信今次喺各方面同埋黑白唔係一個正向嘅表態咁簡單，即係我哋願唔願意係去見到，即係再更加多嘅即係受傷者出現咧？就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一個勞資力爭議，對於香港嘅市民佢哋嘅勞資嘅質素，然後就呢個選區之前咧，投資人嘅站啦，見到好多投資人咧都唔似有好多唔同，都唔少嘅保鏢喺現場，即係你自己有冇話都有相應嘅措施或者你都唔知？我哋都係嗰句啦，就是、我哋個大底措施就係我哋嘅團隊咧都好有好小心，即、就、係、是、我哋就絕對冇呢個資源，覺得冇乜需要請咁多唔同嘅。唔知咩來源嘅一啲嘅目標啊，或者等等，我哋覺得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做好我哋自己。我同啲街坊講，大家互相照應咯，互相照應，互相關心，大家互相，大家互相，大家互相，都係我哋搞嘅。好，幫咪啊，幫住呢度先啊，都好長啊。睇下其他啲周圍環境啊，都要睇啲啊。各位街坊大家好啊！我係民主黨二號黃俊宇，係我咧就喺現場啦，即係投教選人。大家好啊！我諗咧各位街坊咧，你收錢㗎嘛？我諗大家都未必聽得清楚究竟一號係邊個啊？個名可能唔係好聽得清楚，可能真係。咁唔緊要嘅，我幫大家講，一號係何君瑤，咁可能即係一號何君瑤係好難講嘅，真係。咁我係二號何俊宇，我講得清楚少少嘅，我都會有懶音，但我相信咧，就大家會少過後邊嗰批嘅。大家好，我係二號民主黨何俊宇，與你同埋宋君瑤係社區都係區議會投票嘅日子。大家好啊，今日係區議會投票嘅日子啊，大家好。我係二號喎，大家唔好睇我喎，大家唔使聽我。咁啊，火藥味都好濃啊！喺度，咁啊，互相都有啲單單打打。支持一號何俊宇。支持一號何俊宇。大家好，我是二号何俊宇。支持一号何俊宇。
咁啊，不斷啲口音都唔係太講得正啊，好骨苗嗰時。咁啊，其實今日何君瑤咧，佢哋嘅拉票活動啊，都比較低調啊。老實講，其實咧早段時間好多時咧，好多唔同嘅候選人咧，都會同傳媒講佢哋幾點嚟拉票啊，咁啊方便傳媒影相啊。但何君瑤咧就冇同傳媒講啊，今日幾點拉票啊，都係去到咧大概九點鐘左右，突然嚟到落水選區咧，咁啊大家就見到佢喺度有拉票嘅情況咁樣。心口啊，件衫嘅衣领个位置都有个国旗喺度，系咩？系啊，最左边个。其實呢度離票站啊都有一段嘅距離啊，咁因為咧票站範圍外啊就唔可以拉票啦，咁啊所以啊兩位嘅候選人同埋助選團隊咧都移師咗嚟呢邊啊，咁啊美樂花園個位置就做一個拉票嘅活動。
咁啊，其實而家暫時啊，都係搏咪搏咪啊，同埋都係一啲嘅三毛見唔到啊，佢話十點過嚟啊，係啊，十點先嚟，而家十點咯。咁其實仲有一位候選人啊，但係真未到啊。其實見到佢嘅旗啊，或者助選團都唔係見到好多啊。喂，睇住你，睇住。接近冇咁滯啊。咁啊，早前都有啲人都有講過，懷疑咧會唔會即係入邊唔同選區啊，都可能會有啲嘢戒票嘅情況。請留一個何君瑤。唔知。哎，又靜咗啲喎，而家去投票得㗎啦，冇錯，冇錯，冇分條。開幾下床？光復樂趣區。仲有啲咩影嘅？就係你就係啲何君瑤。啊！突然好靜喎。個都排到排到十三萬。係咯。那暫時的情況就剩下一點、啊、那我們一會呢個直播暫時可以停一停這裡先，暫時沒有特別，或者我們打打大家走一走個外圍。外圍啊，都見到多名的男子，都在何君瑤的身邊、啊、保護他。咁啊，其中一個相信最主要原因啊，咁啊，咁多保鏢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相信都係早前咧，咁啊，一位男士啊，咁就喺何君瑤咧，咁啊，早前拉票期間啊，就被刀就施襲，就用刀施襲。咁啊，有兩 cm 嘅傷口啊，冇記錯。咁啊，何君瑤都要入院啦，入院治理嗰時。咁啊，都留院咗幾日嘅好似。咁啊，有好多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就去醫院探望佢啊。咁啊，亦都做出唔同嘅聲明譴責啦。唔使，我自己買力，好唔該，多謝，係咪先？多謝。係呀，攬搞，係啊，咁本身啊，就聽聞咧，三號候選人啊，咁就應該大概十點鐘，就話蔣正文啊，咁啊十點鐘會到啊，但係暫時又未見佢蹤影啊，咁啊助選團隊啊，或者佢一啲嘅 banner 旗幟啊，助選嘅即係唔同嘅人士啊，咁都未見。咁啊，最主要都係一號同二號啊，所以比較特別可以關注嗰樣嘢咧。咁喺即係比較少去拉票嘅情況底下，咁最尾三號候選人會有幾多票咧？咁啊，呢個都係比較值得去留意嘅事，即係會唔會造成戒票嘅效果咧？即係會唔會最尾可能三號加埋二號候選人有機會多過一號咧？或者可能靠二號自己一個都有機會多過何君瑤嘅票咧？咁啊，依啲都係好值得今日留意嘅事啊！當然啦，屯門區最大的關注點啊，當然係何君瑤啦。但其實今天咧，記者行過去不同的選區或者搭車去不同選區都睇過啊。喺選區的人龍都比較長，由隊尾去到隊頭都要排成半個鐘左右。
咁啊，亦都有啲其他唔係屯門區，其他選區亦都有啲人就話要排成一個鐘啊，都好長時間。咁啊，相信咧今日嘅投票率啊，咁啊都會創新高。呢班姐姐啊，都幾開心啊！好啦，嗱，暫時有一個情況，靜一靜，靜咗啲啊，咁我哋可以熄一熄直播先啦。因為咧，而家 keep 住直播啊，都係睇住佢哋嗌聲同佢口號啊嗰啲情況啊，咁啊暫時未有特別啊。咁啊，啱啱早段時間咧，都係一號候選人啦，何君瑤，同埋二號候選人盧俊宇啊，咁就喺美樂花園對出啦，咁又有一啲嘅拉票嘅工作。咁啊，雙方都有一啲單打，咁啊冇直接養成一啲嘅口角啊。咁啊，而比較特別咧，就何君瑤身邊啊，咁啊多名啊。都相信咧，計埋周邊環境咧，企喺度觀察啊，類似嘅人啊，都有十幾名咧，就保護何君瑤嘅人士啊。咁啊，都可能受早前啊遇襲嘅情況影響啦，咁啊多咗好多名嘅保鏢咁啊保護啊何君瑤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姐姐啦、女士咁啊，幫何君瑤就拉票助選，嗌下口號。咁啊，笑唔都好灿烂。嗱，但系呢一位咧，呢一位男紫紫地色衫啊嘅女士又比较恶啊。都有同一啲人口角。好啦，我哋暂时直播到呢度先，我哋晏啲再有特别情况又再开翻直播。咁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哋立场新闻。